间徘徊。哎，你还不来。好了，我们讲一下重要的歌曲的格式里头的一个东西了，就是递进关系。和任何的古典的这个诗词都一样，它是暗合了起承转合这个有一种递进结构。A 段一般的是起和承做铺垫的 ，B 段开始升华，要有转，转的过程中呢就是升华，和呢就回归到主题去，但是最好也是带有升华色彩的。一般是 A 段负责起承 ，B 段负责转和，华彩往往在转这个地方啊。然后呢，这个过渡一下，再重新再来啊。这个就是起承转合这么一个结构啊。通常呢，怎么去转呢？你比如说 A 段如果写了所见，眼睛看到的东西，B 段就写心中所想，这就转了。你不信，你去看那宋词去，它也是 A 阙、上阙、下阙。那么下阙的时候，一般来说就升华了，就什么哲理啊，什么思考啊，什么回忆啊，什么这个引经据典呢、啊？前面就是季节呀、啊、风景啊，什么看的植物啊，等等这些东西啊。然后呢 ，A 段写事情、写回忆 ，B 段呢写抒情啊。A 段写事情的正面 ，B 段就写事情的另一面。不同的 A 段之间呢，可以并列，也可以逐级递进。你比如铺垫它，铺垫的话，一遍铺垫，可铺垫到四，第二段铺垫，铺垫到五的水平，第四，然后再去转去，一点点把情绪给推上去，这叫情绪曲线啊。如果 B 段一段说不完，就加个 B 二，也可以用 B 一呼应 A 一，就是 A 一 B 一，然后到 A 二再呼应 B 二也可以。这个最多的时候把这个转就最近华彩的东西，歌里头叫 hook 叫钩子啊，或者能勾住人心的东西，一般放在第五句、第六句，就比如一二三四，那是前 A 段，五六七八，五六那句就放的那个最华彩的那一部。你要看唐诗律诗的时候，它八句对吧？一般你看五六句和三四句，一定是它发生了转。一般来讲，也有的五六句还继续铺垫，到七八句突然来一个恶狠狠的一个转，也可以，哎呀，可以啊。那么这个歌曲什么叫好，或者好听，或者好感动人？这个东西呢，我们感觉到好的时候很容易，就像你感觉舒服很容易。那舒服怎么构成的呢？有温度、湿度、空气质量、漂浮的什么样的花香。然后呢，这个微风啊，什么速度吹过来，对吧？你觉得很舒服，云彩怎么样？但是你把这些细节给解构出来，哦，原来云彩这样，花香是这样，温度这样，它就能复制出那好的，哎，这就可以复制。烹饪也一样，做好吃的菜，你把过程给搞出来，就容易了啊。但是歌怎么写好？你也像做菜谱一样，把它给它拆解开了，可不可以呢？也可以。有些人呢，他是突然灵感所致啊，就跑出来一首好歌写出来了，但再写不出第二首了。那首那叫天眷，老天爷给他的。然后呢，你想你再把这复制一下，你把这好运再复制啊，复制不出来了。那么最好呢，像我们学宫的，就把它这个给它拆解开了，然后怎么样能好听？一二三四五，照着这个程序走，就流程走，基本上就可以好听了。每个人心中的好听的标准呢不一样，但是我的标准呢，好歌里面有个神，这个记住了，就有个神啊，我称为叫神，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神韵，一种神采，甚至是有个神灵在里头。你的歌要是没有神的，你说你说这个事儿没什么意思啊，你唱的也没这水了吧唧啊，大多数作品都是这样的，没神的。但是一旦碰到有神的歌的时候，那就是好歌。好歌呢有升华的情感、哲思，然后有氛围、意境。其实把意境唱好了特别特别难，唱情感可以，但唱意境也唱好了，氛围唱好了，情绪也唱好了，这特别难了就。好歌呢还要有品，虽然我们说是用朴素的语言，但是这个朴素的语言它也能给出一个品位高低来。它朴素不是粗俗，对吧？它有这个立意。格调层次，它要有这些东西。好歌呢，要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为了写好歌，他故意有的作者呕心沥血，故意让你意想不到的方向去写去。曲子是要意想不到的方向，那么唱太顺了，太顺了，我就拐一个不顺的方式。那个这么写那词儿呢，就太让你
让你没听到这句的时候，你就能想象到这句是这事，那我就立刻要拐一个方向，换一个方向去写去。然后呢，反例呢，就是去年流行过那个叫《早安龙回》，当时我们就觉得什么垃圾玩意儿，说广场舞大妈喜欢，那喜欢喜欢，我告诉你，喜欢不过半年，没过半年早就，你还能想，我就觉得那歌能活着就是个笑话，它太像的更多的歌了啊。那么好歌呢，让人听着有这个有劲儿啊。愿意跟着去唱去，带感啊，现在说法叫带感。然后呢，容易产生一些共鸣。那共鸣呢，就需要你的事情本身，它是在人性之中的，容易跟人性发生共鸣的。那么我写过一首歌呢，就是把我自己最感动的歌，就是这首，就《我们梦想的家》啊，在不在？我看看，没在就算了啊，后面可能会放。然后呢，歌呢，这个。歌曲的好呢，我归纳总结出来三境界。因为我做过歌曲发行，在中国跑过1/4中国的市场，就西北片市场跑过，啊，每个城市有最好的那些音像店，我都去柜台去看过。然后呢，做过几年的这个唱片发行呢，对一首一盘那个音乐的版拿过来以后，我听一耳朵能判，一耳朵就能判断出全国大概能发行多少张那个磁带，多少张唱片，从我那数出去的，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刚好吧，不需要追加更多，或者也不会有太多的退货。这个呢，就是到每个店去感受观众、听众他们对歌的这个接受程度的。那个很多那个小老板，他们去参加那个唱片订货会的时候，我看了抱着那个音箱在那抹眼泪哭啊，跟着一边哭一边唱，哎，那歌一定是大街小巷流行的。这个好的歌曲呢，我后来总结过，大概就三个境界，叫真善美。真是什么呢？就是情感是真挚的，以情感取胜。内容呢是容易引发大家共情的。最近有一首叫《大梦》的歌啊，大家觉得很共情，对吧？一个农民工，一个女演员唱的，然后他们那个就讲的自己如何不容易。其实那个词呢很水，但是呢事儿呢很真啊，这真它就是一种美。善呢，就是指的你选题的这个讨巧，你的立意、价值观好，或者你的观点、你的思想、哲思啊，犀利啊，非常非常站得住脚，这个是善。你去研究那些好歌、流行的歌，你会从这个真善美三条里能找到一条的。美呢，啊，那旋律好嘛，意境美啊，这品味啊、情绪啊，营造的好。真善美有一条好，它就是好歌。两条好的话呢，就是极品，很难找；三条好的话，可遇不可求。那么一般来说，有一条好，你就要努力把它给营造好了，就争取成为佳作。佳作的特点就是你别处不能出短板，你要把那个你可以有铺垫，铺垫可以不精彩，但是不能变成短板。就想办法把它给做好了啊。那选题出彩了以后呢，就赢了一半了。题材选择的方向、表达切入的角度是从哪个角度表达？啊，一般一首歌写个小点写好了就非常好了。就像一张很分辨率很高的一张大景的照片，你可以中间截取很小的一个角度，哎，那边有棵树，树上有个鸟，哎，把这棵树和这个鸟唱好就行了。你别唱那万里河山啊，那就都太费劲了，那上中央电视台的对吧？我爱你祖国了就是啊。那个出彩的点在哪？这个点的品质，它的张力，这个就决定这首歌的这个品质到底多高，到底好不好。咱们讲了一首歌的这个是一个观点、一个主张、一个口号，是吧？你把这个东西，把这个口号给雕琢好了，那个东西我们叫 hook，叫做这个对整个歌的这个最花彩的东西，也最容易让人一耳朵就记住，然后就传唱开了。然后呢，这个唱情类的歌呢，要情到深处，到了极致了就好。唱气氛的，唱气势的，有进行曲啊，军歌啊，都是你把一种东西给推到极致，极致出精品，就记住这几个字啊，极致的它就出精品。抒情类的，把情感给铺垫到极致的，怎么铺垫，怎么酝酿，怎么爆发。这个写意境的做的如何唯美啊？等等到极致，
那么写情绪的，就把情绪曲线给把握的这个怎么起伏，什么时候要收拾啊，什么时候爆发，什么时候又重新回来等等，给一个主张的口号的，那叫反复重复魔性洗脑。有些歌它就是这有魔性嘛，就是不断的去洗脑去，然后还有搞笑歌曲，搞笑歌曲呢你要做包袱，做反转神反转，夸张，你要骂人的歌，你要有点品的人骂人一般都不带脏字儿，然后别带脏字儿就骂出花来，骂得酣畅至极啊，这个东西它的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嘛。我倾向你写歌，你不要全局限着我爱你，你爱我。20岁可以你爱我，我爱你；30岁还你爱我，我爱你，也可以接受；到60岁了还你爱我，我爱你，太没意思了啊！这是当年我年轻时候在北大的一次现场唱的一首歌，当时叫《不幸的等待》，跟一女孩子约会嘛，她老不来，老迟到，我生气了，写了一首歌，挤得她。听听吧。据统计，一般自我感觉比较良好的女孩子在和男孩子约会的时候，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晚来一会儿。这首歌献给那些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女孩子和不幸与他们约会的男孩子。低了，对不起啊。哎，你还不来，让我一个人在大马路边徘徊。哎，你还不来，看来今天你咱们溜一下吧，把架子摆一摆，溜一下吧。太阳在头顶上呼啦啦地晒。心情在等待中越来越坏，按照国际惯例最多只等10分钟啊，可你晚了半个钟头还要开点外。你还不来，让我一个人在这里胡想乱猜，现在还不来啊，一定有原因，希望不是出了什么交。打破了自行车底胎，可能是碰到了交通阻塞，市政建设看来回去还让他们接着抓呀，那二环路的自行车道怎么这么窄，啷个里个隆，里个啷个隆，里个啷个里个啷个隆个里个隆。还不来，会不会是今天有了别的安排？我说哥们儿，咱要学点忍耐，往后咱这急脾气也得改一改。人家那气质，人那身材，本来他胳膊中口也是应该。好饭不怕晚嘛，上赶子不是买卖，来的越是晚那就越是有派。可恶的女孩呀、啊，你现在还不来呀、啊？咱这小伙照着镜子看着也不赖呀、啊。胆大的女孩呀、啊，你到底来不来呀、啊？这种毛病惯出来可不太好改呀、啊。对你的道歉我将不予理睬，看你还有什么理由向我搪塞。见面之后我要让你明白明白呀、啊，到底什么叫做大老爷们气概。呼儿哈里嗨，叽里咕噜开，噼里啪啦噼里啪。哟，你来了，这么早就来了。今天你可真是好精彩。这个就是我说的，把段子写成歌，把歌写成段子。这是一层一层递进的去铺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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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咵，来个翻转啊！这也是妙手偶得的，和这首歌写的也不多。啷个里个隆，啷个里个啷个隆，
里根楼。